我们会在这个就是充满历史的园区当中走一走，然后也许就是你听过这些故事之后，等一下你收到专家给你的预言的时候，也许会有一个新的发现，或用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些你收到的。这个看起来好像里面装潢很新颖的地方，其实是当时空总时代的诊疗室。 在这边看医生的人，这是他的健康指数跟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安全状况。而这个大时代的变化，导致了戴启霞的个人变成了受到大时代环境的冲击之下的一个个人。然后有个小兵曾经在这里，他要运送豆浆的时候，就运，然后就卡住了。 烫的一大桶的豆浆给大家喝呢，就往他身上撒。其实一个小小的决定，很有可能就会改变你未来的人生啊。你准备好香盘的心情，现在香盘开始。 每一位轮流进行对一分钟，那么每一位跟各位相谈的时间会是10分钟。10分钟结束以前呢，他们会写一张专属的预言。每一个小房间上面都有一个练习，然后他会把各位跟人生预测师进行相谈的影像。 即使播放出来，但是不会录影，然后你们相谈的声音也不会播放出来。好吧，接着，可以在这个时间，也许互相说一下你在想什么，然后自己收到预言是什么，然后也许听见不同的声音会帮助我们。 有新的眼光看我们收到的。哎呦，大家好，又到了直播时间了，这是我们的未来回顾。然后在我身边的这个呢，是物理治疗的老师，他是玉轩。是针对这个访问抛出来的角度，也需要去创造更多。他们心里是没有答案的。那。 对于爱情一开始或爱一开始，做怀孕梦或是幻想的可能，是他们自己完成自己的未来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